最近论坛上有这样的一条帖子，一个女孩叫唐果，今年才20岁，却带了一个5岁的孩子。我要去找我爸爸。我何志武，是你坚强的后盾。哦，是你女儿啊。嗯，再说晚安。这是我家，谁在这做饭呢？家栋家公。关公。就那么一次，瞄没瞄准还不一定呢。不要妄自菲薄了，你瞄得很准。要不要做心理鉴定啊？她不可能是我闺女吗？光这个片名和阵容，就至少值10亿了吧。